不戴眼镜简直劲爆。麦德玲又客串 TVB 剧集，古装贵妇 look 出现在《申公记》超强劲。正在热播的 TVB 重头剧《宫心计二申公记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呢？剧情跟一如既往也是讲述宫廷斗争的故事，除了有事后胡定欣、陈伟，还有一般演技派的美魔女助阵，台场超劲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除了有演技派的众女星参与之外，麦德玲也有参与，而且还是首次拍古装剧，就献给了《申公记》。麦德玲这次摘下眼镜客串拍摄无线重头剧《宫心计二申公记》，对手有罗琳、佟张慧仪等。他透露会在剧中跟罗琳与张慧仪做对手戏，在里面饰演一贵妇。他说，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一场戏，但由发簪到服饰再到美丽剧对白的演绎方式，小青姐都亲力亲为，悉心指导，专业程度无懈可击。麦德玲在微博上在外景拍摄花絮照片，难得一见玲玲姐出下眼镜，粉丝还留言赞她的古装扮像镜女呢。至于讲到网友好想她做杨贵妃，她笑说自己都好想试下，有的做我一定做，因为这次胸不够低令大家失望。